20万的奖金终于到手了，耶！主管，主管呢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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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主管，要不要给他留一点？留个底儿呀，一分不拉给我拿走！快快快，给他留个鸡毛，给他留！你们俩赶紧过来，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！这没人。哎呦，这么多钱呢！哎呀，你别挤我，来。这小班是你的，是。哎呀，老张，今天你功劳大，全拿着。谢谢主管。我跟你讲，从今后你们俩老老实实的跟着我，我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，听到没有？好，好。这样子，剩下钱我带你们去红浪漫，如何？走，走，走，拿我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太胖了，哥。老板，哎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不是小静，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事慢慢说。你早上给我发的奖金20万，我稀里糊涂的就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我一分钱都没有了，老板。钱不见了？啊，就在公司走廊里边。你这没有监控啊？你给我查一下。你别哭，别哭，这样来，我们看看监控。老板，这上午10点的时候，狗主管，这带两个什么东西啊？带两个保安把我钱抢走了。小静，这样，你别哭啊，你别着急，这个事我来给你处理，好不好？别哭，别哭。喂，狗主管。到我办公室来一趟，对，就现在。这样，小静，你别哭，别着急，这事我来给你处理，好不好？我的钱有用的。你放心，小静，这个事我给你处理好。等一下狗主管来了，这个事处理不好，我老板不。老板，您找我来了，狗主管。这样我问问你啊，你为什么把我发给小静的奖金抢走了？我抢他的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堂堂一个主管呀，老板。没抢是吧？啊，来，让你犟，看监控，是不是你啊？带两个保安，穿的花里胡哨的。老板，这个方案肯定是我写的呀，这个奖金当然是归属我的嘛。啊，现在方案成你写的了？对啊。行，来，方案是你写的是吧？这样，来，我这有裤子，给我介绍介绍，介绍介绍。这裤子有什么介绍的吗？不就冬天的吗？你看多厚实啊，暖暖和和的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，行了，然后还在这撒谎啊？人家小静啊，熬夜加班加点做出来的方案，你凭什么说这方案是你做的？把人家奖金抢走了啊！你看看啊，一个刚毕业的实习生，家里等着用钱呢，你这是什么行为啊？狗主管，我跟你说，你平时在我眼皮子底下做那些小动作，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但你看你这做的是什么事儿啊？你说你身为一个大主管啊，我把你安排在这么重要的岗位，是让你给公司谋福利的啊，不是让你压榨员工的，明白吗？那机会不是我给他，他能做啊？就他一个臭保安，机会你给他，臭农民，用你给他机会吗？你在这工作机会也是我给你的吧？但是你看你现在做什么事儿？这个机会给你，你把它变成压榨员工的机会了。我真是不想跟你说那么废话。就他一个臭农村的，拿那么多钱，他懂得花吗？真是的，白给他。狗主管，你这话真是越说越难听啊！农村人啊，我也是农村的，你也是农村的吧？啊，我现在城市户口。你城市户口啊？怎么你搬城里了？你高人一等了是吗？啊，瞧不起农村人，咱们吃的用的哪样不是农村的啊？现在你反过来瞧不起农村人，我真不想跟你废话。狗主管，现在啊，我给你个体面，去财务结算下工资，可以走了。什么意思，老板？你被开除了。我跟了你10几年，你就因为他这个臭农民？我跟你说，要不是看在你跟我10几年的份上，这个事儿我不做深追究，明白吗？我这个事儿我追究起来，你想想后果。出去。哎，回来，还有个事儿。把抢人这个奖金的钱啊，一分不少我吐出来，听见没？哼，哼，哎哎，来小静，来你这样，小静你调整情绪好吧？哎，你别委屈了，这事儿我给你做主啊。等一下呢，狗主管这个钱啊会给你退回来的，好吧？然后这样，这个方案呢你做的确实很优秀，很不错，很好啊。等咱们公司这个服装设计总监的位置啊，我想这样交给你来做，你看怎么样？老板，我来公司还不到一个月呢，我能行吗？这样，首先呢，你的人品和能力啊，我都已经看到了，我相信你是能胜任这个岗位的，好吧？有没有信心？老板，我有信心，我会加油的。行，那你这样，你加油好好干，给咱们公司啊设计出更多好的方案，给咱们公司啊做出更多的效益来，好吧？我相信你啊，是金子，到哪里都会发光的，加油。